今日是2024年2月15日，踏入了龙年的年初六。今日咧就专程嚟到黄大仙寺庙咧，又睇见好多善松啊，上香啊，祈福啊，啊，出边又挤满晒好多善松。你睇下，而家已经系晏昼大概3点钟。咁啊，支持环保。今日我冇准备上香，但系咧嚟捐一个善款，咁亦都系落座好事。啊！幫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啦，咁喺度咧就祝福大家六六大順，工作順利，事事如意，萬事勝意，家宅平安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心中富有。當你心靈上邊擁有一啲好有價值嘅東西咧，咁你覺得生命係好值得。感覺到好有意義，好有光輝，活得有意義。咁啊，而家咧就捐款啦，捐款嘅時間啊。咁啊，做善事多多益善，少少無區，福有留歸，呢個係真嘅。咁呢個捐款箱咧，而家已經電子化，樣嘢都係嚇、啊、電子化比較方便啊。不設找續50元調整了，早幾個月咧就30元，今日咧就50元，但係咧咁啊仲好，俾多啲動力我哋做多啲善事。咁啊呢張落樓卡咧咁就發揮咗佢嘅用途啦，50元捐款啊，其實佢最好俾埋收據，咁啊留得留念啊，當一個平安嘅符拎翻屋企，咁啊更之好啊，更之貼心啊！如果有呢啲咁嘅嘅措施，好咁啊，一嘟咧就係、是、大家都係安全啊，平安啊，喜樂，身體健康啊，萬事如意啊，樣樣嘢都係得心應手啊！最緊要個社會和諧共融，人同人之間關係咧，密切一啲，關愛多啲咧，咁啊，整體個生活都會開心好多啊！咁啊，好，銅聲一響啊，50元，咁由於自拍咧，個50元咧就會調轉咗嘅，啊，剩翻307.4。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，做多啲善事啊！啊，做多啲善事，個心境都舒暢一啲，即時思想一啲。OK， 咁啊，呢度現場嘅報道完結啊！咁啊，祝大家龍精虎猛，龍馬精神，龍年行好運，事事如意，身體健康嚇。啊